这是一块翡翠原石，可能让我一夜暴富的石头。你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？但它却是我在成千上万块石头当中挑选出来的。其实它是一块来自缅甸木纳敞口的翡翠原石。为何我会说这是一块可以让我一夜暴富的石头呢？因为它身上布满了藓，行内有句话叫藓下化色，意思是表面的藓延伸至内部，有可能变成价值极高的翠绿色。如果能取到一块大的鸽子蛋，都价值几百万。但事实真有那么简单吗？藓也有可能延伸至内部，仍然是一文不值的藓。但至于是否能化色，没有一个行家能给出肯定的答案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以10000元的一个底价成功从九哥手里拿下来了，看看能否让我一夜暴富。一个木纳的准备收来，我俩说看把它切了，把它切了，色花的。哎呦，这个花挺洋的，色花。我俩再研究看一下是不是把它切了，主要吗料子料形还是比较好哈，然后花颜绿，就是两边有藓，考虑这个有点风险的，就怕这个藓把人吃了，对，要煮哈。来，你看这里有点花，看到了吗？绿色的花，然后像这边的话都是藓，你可以给大家拍一下。这个藓的话，这目前这里看啊，这里是没化开的。就里面化不化就不知道。压灯的话，水头的话是比较长的，但是木纳的料子的话一定要堵肿的啊。如果说切开没有肿的话，白白的那也是没有太大用的。但是这个料子的话，好就好在它有藓，不好也不好在它有藓。有藓的话它提肿啊。但是如果说没有藓的话，那它那个种可能就不够。有藓的话，你又要考虑它那个风险，两头藓嘛，就怕把肉吃了，是不是？这料子多少钱？你就跟我说嘛，你直接说。8000块钱买的，实话告诉你。8000块钱。你如果是真的你也喜欢的话嘛，加1000块钱烟茶钱就行了。9000块钱。你都这样说了，9000，这料子给你完了吧？可以，这样子全身的话都是花，我也挺喜欢的。别9000了，这样子嘛，直接整数10000块钱，再加一千，再加一千，是吗？这你该赚的你也得赚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今天买回来的也好，还是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人家的眼光是不是？这个不得不说啊，咱们九哥看货，这价格给的是挺死的，8000块钱买回来很 OK 啊，所以我愿意出10000哈。早知道下次我就不去逛了，我直接过来你这溜达溜达就好了。没事就多过来坐一下，有时候你像那天嘛，那个小莫西沙也是，是吧？你过来坐了一下嘛，你又没说你喜欢，结果我们自己拿去开嘛又开涨了。对，那个料子我是这样想的，我说九哥刚买回来，要不让他再看看啊，或者我明天过来我再跟他谈。哦，明天过来他当天晚上就给他开掉了。那我这边的话我先回公司，你这里还有那个人在看货吗？好，真的是穿找个料子玩一下，大涨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来帮忙。刘哥、哇，你们在吃饭了？我收了一块料子回来，我说要切一下。行吧。啊，收上。快点。阿涛都举不动了，来放，来接一下。什么料子？这料子直接从那个中间来一刀，直接来对半了，对，中间来。多少钱买的？这料子你，这料子价格可以的，这料子价格真，价格可以，你都说可以，那就很便宜了。别人在研究，然后准备要切了，然后我看这料子不错，然后也比较熟的朋友嘛，我就先收回来了。可以入股呗。香啊，你们的饭菜。可以入股吧。什么饭菜今天？牛排。我靠，不得了。可以。入股啊。那我也要入的嘞。可以啊。我是要赚大头的，只能说给你们一点小股搭一下，怎么样？赚个十小钱。可以。那你哥，你们分嘛，反正就留40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赚60。OK， 可以。可以哈。6×3=4嘛，刚好。你们想要入的都跟李哥说，李哥来，李哥来平分给大家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干嘛？那我们一共5个人，刘哥入不入？刘哥入不入？入啊。入啊，可以。刘哥还是很相信我的眼光。这一块料子呢，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啊，它是木纳的料子，它有藓是它的优点，也是它的一个缺点。藓呢就怕把肉给吃了，如果说没有把肉吃了，
那这个料子它的一个种绝对就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再进点花，那就不得了了啊。这料子的话飘的都是绿花啊。来，咱们的话切开就知道了答案到底怎么样啊。一万块钱收的，看一下能翻多少番。一万，对，你们录完了剩下全部给我，这么便宜的话、哦、你看懂货的来了啊。吃饭吃饭，来，可以，刘哥让咱们开切吧，就这样。吃饭吧，开切就吃饭吧。OK。来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。Later。来，已经切好了，打开，揭晓答案啊！吃完就行，不要进去啊、哦。这个也，哦，看到了，有绿的。哦，三万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哦。可以啊，我看，哎妈，有绿吗？这随便干，放地上一万块钱出个牌子都够了吧？哇，有没有手镯？先看一下。哎，哇，这个花飘的是绿花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而且这个肉质的话很细很干净，这个的话它种子的话是有的，你看到也看到没有？翻了十倍有没有？嗯，这怎么说呢，像现在这种白底青的话，它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白底青啊。然后现在那种白底青的一条手镯，如果说圈那种绿花很灵动的话，一条的话都能达到一个中万，知道吗？就白底青哦。然后如果做牌子的话，做四六大牌的话也是要小万这个样子。哎，可以啊，李哥好像研究一下，估计有手镯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有。我看应该有，有要 看圈没看到裂，看圈口的大小。我看一下另外那一块，刘哥一起拿出来吧。哎呀，各位股东们啊，咱们这料子的话又切涨了，可以。我靠，还有一位没入股。哇，哎，今天我姐她那个她请假啊，她休息了。对，小雨刚才去哪去了？还有一个干饭呢，眼巴巴的忙吃饭呢，忙吃饭，少了好多顿饭，我告诉你，过后分钱，可以可以，40%我们五个人分，可以，你们每人八，你有入股吗？我肯定入了呀，我们四个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也入了呀。像这料子的话，都也是比较有学习意义的啊。这个险的话，它是没有进来，看到没有？两边的的确确都是有险，但是它没有进。如果说这个险它完完全全进来，把这肉给吃了，那这个料子的话就废了啊。像这一块的话，就是咱们已赌到了啊，这个料子真可以，这飘花的话也是很灵动啊。我说涨呢，还是没用啊，要问屏幕前的侧友们，你们觉得涨没涨啊？这个料子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杨啊。今天晚上吃宵夜谁请啊？我请，你是大头啊。我请，好吧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咱们看一下是到底是做货一人大家全部带上一个呢，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子啊，改口拿去直接给货主们去盘货啊？来，咱们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了。分钱是吧？想要分钱是吧？行，那这个的话洗一下吧，刘哥把它洗一下，都是油。然后咱们的话洗了，我拿到那个市场上去放一下啊。那咱们本条视频的话先记录到这里啊。如果说你喜欢翡翠，喜欢杨老师，看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爱你们。